等一下，我们拿个钥匙。等一下，我们拿脚架过来好不好？用脚架好不好？杨老师在吗？在啊，杨老师在。来，结果。杨毅，杨老师走了吗？杨老师应该在后面，他脚受伤的。是。习惯叫徒弟陪练。那是应该要盯着招标。整体规划，然后不要逃避环境，然后这个环生态的保护要搞一清，最重要的要取得居民的共识。啊，这也是我以前在去宜兰参观的时候，宜兰当年的建设为什么都可以跨过县长去执行，不会说因为换了县长就可以，因为大学就是他们在兴建之前都有共识。我想这个是蛮，这个我去宜兰去参观那些公共建设最大的。我想是这样的哦，如果这块土地的开发了，跟当地居民也没有共识的问题，那利用在下任前几个月就草率让招标队，特别是签一个先把商业用地就开发掉，然后那个公园用地跟社福用地先摆着，而且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完工。我想这难怪会居民会知道现在，因为很清楚，就感觉上就好像你只在关心那一块商业用地，那当然。特别在美俄之战太极双剑案嘛，那个开发案之后，现在搞一个广慈的这种切割案，那个也叫难怪整个当地居民会疑虑甚多，大概就这样。可是如果说啊，在你上任之前，这次完成了招标的程序走完这一段，你怎么处理？当然是这样的啊、哦，在已经完成的法律当然没有关系，但是未完成的法律有没有，市长会还是会按照当时的想法去。还是按照一个，我想是这样的啊、哦，社会公益嘛，那个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要在招标前期啊，来呼吁说不要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这个，如果特别是整个6.1公顷啊，你把1.6公顷的商业用地特别切割出来，然后再单独招标处理掉，这个很显然是在躲避环境，而且有一种，反正就会让人家疑虑甚多了，应该这样。那但想想说，啊，如果他硬干怎么办？我想是这样的啊、哦。一个像到时候看着办。那个这边让我们问一下，就是现在很多那种比较古老的建筑东西，都会是附带一个问题，就是有老树。那如果说遇到这种老树问题的话，你是倾向原地保留，还是说你有其他的想法？是这样的哦，能够那原则上是原地保留，但是如果真的开发上需要移动的时候，最起码我想这样的，老树的迁移有一定的技术。但是那个大巨蛋那一件事情。就是说人家说那个手法太粗暴了，因为没有说拿起重机去把那个树一样啊，把那个闯起来一样，那个看到连头就看到觉得哇，这什么这么野蛮。我想是这样的，能够在原地保留那个，如果不能保留的话，真的要搬，要按照生态的原则去搬，不是说这样很粗暴的手，而且牵扯这样那种搬活动就不行，那就不可以。好，谢谢。今天上班到这里为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样，来，可以去往前走。但是，谢谢。好，车在外面。领导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把车走，我在那边等。你把他走。我来，这边请人。好 ，OK。不好意思，再见。好，谢谢。加油！好，谢谢。